共是一年四季孕育出高品质而且多样化的农特产，为了将季节限定的美味延续，运用创意制成各式特色农特产品。今年共是农业局首度和美国百家超市合作，在大西雅图地区三家分店举行高雄首选推广周，严选高雄特色农产加工品上架贩售。Starting to fill up my shopping basket. Nice. And I hope everyone else will join me for these amazing products.高雄市农业局特别选定与当地的百家超市合作，也是西雅图地区少数的华人超市之一。上架的商品有大树区农会独家的凤梨双心酥、阿莲区 Q 弹美味不粘牙的去籽蜜枣干等各种热门话题商品。People really do want to enjoy the food of Taiwan, so I can guarantee you the food here and the beverage here, all of here, I can guarantee the best quality, and I grow with a pride and love from Taiwan.高雄首选的农特产品一直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，虽然受限于美国当地的检疫条件以及航程因素等影响，水果直销难度高，但是这一次以农产加工品进行拓销，为高雄农业开启了新的外销通路，也提升了台湾农产品的附加价值，让高雄首选的品牌被美国市场看见。记者郑光佩高雄报道。